今天 Calvin 很幸运能够来到我向往已久的一座美国的顶级私立学校 Horace Mann。 多年来，这所老牌的美国著名私立预备学校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丰富的课外活动，一直被排名在全美国最棒的私立学校的前列。Horace Mann 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的 Riverdale， 是一个风景优美、环境安全的高档社区，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静、适宜学习的环境。它是一所走读学校，男女混校，提供从幼儿园三岁到高中十二年级的全方位教育。学校目前大约有1800名学生，每年学费大约为$60,000+。Horace Mann School 在大学升学方面表现极为优异，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到全美顶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常春藤名校，以及其他著名的高等学府。Horace Mann School 的学生家长也多为社会上层人士，包括企业高管、专业人士、学术界人士和成功的创业家。这所学校也有大量的家长来自金融界，非常多成功的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从业人士。他们高度重视教育，并愿意投资于孩子的未来，这使得学校拥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以维持高质量的教育水准。Horace Mann 也重视中国学生，并且愿意为中国学生提供 F1 学生签证。Horace Mann以其严格的学术课程闻名，学校提供20多门 AP 课程和7种外国语课程。学校也有丰富的体育项目和校队，同时注重学生的艺术发展，尤其是表演。对于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Horace Mann 的朋友们，欢迎联系我，我们有资深的教育顾问为您提供服务。下次再见，拜拜。